没有很多人发了，我刚看了一下。是啊。偷偷回头看一下。走了。好，这是那个灰灰的人。好，走。他没看是几点上来的，五十几吧，我在想。反正我们应该滑是可以，滑到关门都没问题。对啊，热身了。很急耶，热够了吗？够了，因为我就是滑很熟的雪道，又是绿雪。我好像觉得好像有件事忘了做。我以为没拉。帽子该不会还没扣吧？帽子。我其他都弄了，就是帽子我要扣了。够了，脸不会冷啊，脸不要保险啊。不要，因为啊，我的，我 call me， 往左歪了0.5公分。这就是最痛的时候。很松哎，但是脚痛痛的、啊。好，那继续滑吧。大人人都想做 YouTuber。
有我在，有我在。好，去。没事的，镜头没事，走了。有2:50，我看不到，我怎么样？有下面排数字啊，对，哇，还有，还有个，背后超暖。如果说我们可以滑，然后回来。当然是可以啊，但是我脚很痛，还要再让它不痛一点。第一趟都最痛，然后渐渐比较不痛。嗯，还没有看到那个一四谷，哇，我不知道是谁啊。一四谷有界，我不是给你看照片了。嗯，你现在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什么时候的麻药？大麻你说他演什么？我之前看最近的，刚好是那一部在播的时候出这个事情，就是那个平野紫耀跟那个那个谁中岛健人两个人都是警察学校学生，笨警察，对，警察学校学生，然后他是教官，他是教官，嗯，那他有撑到那个剧结束吗？有啊，还是播完啊，没办法，他是主要角色，而且他是不是其实本质是大坏蛋啊？好像大坏蛋是他哦，就是一直有泄露什么什么的之类的那种。好像大坏蛋是他。然后那他是主要角色怎么回事？是不是？我想就烦。但是他本人还是，他是算中年帅哥哎。是帅哥吗？他帅哥。不是演坏蛋的吗？他很有型啊。就是那种型，通常都会选去演坏蛋。嗯。那你这次那个阿通的 call 那个是不是是那个也很有型啊，小田切让也很帅啊，只是常常要他做一些那种很讨人厌的表情，要揣摩一下就这样什么什么的。
所以你要现在就去滑那个道看看嘛。哦，我就说脚很痛，先不要啊。好好好，先让我脚比较不痛，再去。是这边吗？不是，是那个高速缆车下来的那条路。还好，还好，今天没有昨天冷哎、欸，昨天真的风啦，风的问题，实在是把我冷死了。今天下雪到那种风速，大概再减个5度的感觉，超冷的，冷到爆。我只是刚回头看你一下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是一副戴着口罩跟人家那个？我是全部包起来的，嗯，我是已经是 OK 了，因为我帽子还没戴啊，我他正在我要准备戴帽子部分的时候。是被欧空明接受采访是吗？啊，嗯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剪进去？而且我看了，他才3.97万人而已，很刚开始啊。3.9已经很多了、欸。哪会啊？我随便看 YouTube， 我觉得我就是在怀疑我是不是看过他的影片。都要50万人以上，我觉得才叫多。我是说，哎、欸，滑雪是小众。哦，你是你觉得他是拍滑雪类的吗？我不确定，我觉得我有看过。星野什么什么的影片，但是那雪板的你会看吗？我也看啊，我主要是看他在那边那个雪场状况怎样。哦，但是有点像个不大像。我看到我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好像比较漂亮，但是会不会他有点胖？但是他脸胖胖的，他的型有一点像，所以我不大确定。蛮漂亮，但是胖胖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是啊，什么？脚还是有一点点啊。我现在没有按脚，看看状况。现在膝盖是凉凉的。你看你今天的鞋板子都坐到大概膝盖后方，昨天的板子，昨天的椅子超短的，一直在按压我大腿。嗯，没有脏，没有脏，今天是干的。嗯。我只觉得你的脸亮，我都觉得看起来很冷。不会，今天完全不会。你说我脸哪里怎样？侧边两个洞，我觉得很冷。那个就是要把热气排出去啊，不然我的雪镜就糟糕了。因为我雪镜也没湿啊，现在啊，我雪镜没有湿，我都包成这样。就，但是我的雪镜就是滑起来的时候，跟你说眼睛在透风，眼睛在透风，快凉。那就是你的很凉啊，因为你的那个你的帽子那一端。没有封起来，我的话，你看我贴的蛮紧的。我是贴不起来吗？你是有1公分厚。但是我刚刚就是你刚刚有发现我一开始就停下来，因为我发现额头凉。对对对啊，你现在额头里面还是有凉凉的。没有，滑起来没有凉了。没有，你那边我看得到。但是我的肤色，我的帽子跟那个合不起来。合得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合？因为啊，帽子可以前后倾嘛。我是里面塞满了布，然后把位置调对，把它调成这样。我没有弄布啦，我是它直接碰我。对对，所以你没办法用你的头去固定它，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好你要的位置之后，把后面那个扣紧。我不要，我戴着很不舒服。哦，我的话是保暖又固定。这一季我觉得我这个角度很好。那不会就赖在那里一直采访人吧？就不知道他在等谁、啊，就是采访。他，我觉得他故意在等外国人会比较特殊吧。是哦。对啊。哦、而且他搞不好想秀秀英文也不一定。哦，他一开始就跟我讲英文。你会讲？可不可以讲日文啊？最强的英文就是 ，Can you speak Japanese? A little bit. 这个拿的棒棒在后面，他的棒棒很短。前后挪就好。对对对对，不要访问大陆人，还没出来。什么叫还没出来？他们还没出来，还是已经滑走了？那有没有出来你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觉得刚开始他是在等男生在抽烟，冲过去那个哦，我觉得我有动。我可能大家停下来，一直都有啊。刚刚好没有了，现在又有了。
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坐好下车。他有电话响。啊，是。嗯。我的屁股被勾住。我要拉一下。好。我连这个风我还是下得不好哎，下得歪七扭八。我的头怎么刚不会冷的，现在会冷，好烦哦。你自己看最下面一排数字。你说什么？最下面一排数字。数字。嗯。哦。黑色的部分上面有字。上次的。但是现在有时间。前面有。现在的时间。前面的时间就说到2:50哎。我看看拉那么多，对啊，我头一很冷，很难受。
我手好痛啊！哎呀，我还没拉够。你现在拉出来的是头发，是哦，对，头发是有盖住了，就是在风不大的状况下，它有保暖功能。不是啊，我有拉到，有拉到衣服了。有啊，但是现在衣服，我看我看有啊，有啦，一半衣服一半头发。我手好痛啊！冻伤了，冻伤，应该戴两层手套的。你先活动活动。嗯，我现在变小叮当手，等一下。今天是有点像阿尼美团体的歌。嗯。声优团体。嗯。这种声音都是装出来的啦。是齁。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住到那个，那个比如直营的啊，就算是不是那个保险没有保险证，就算普通人去一万一，然后一泊二十，我觉得也很划算。你说带不是的？对啊。一泊二十哎，那内疚应该很好吃，价值应该有四五千块。额头不冷，要滑右边了吗？我就下车左边。哦，都可以。我滑看看。好。我现在进入场。所以头安我不会有要装电吗？啊？嗯，要很应该都要在那个。他说我已经帮他买了两罐感冒药，露露的。结果他说他妈妈突然跟他打电话跟他讲说，你那个什么感冒药给我带个五罐回来。有办法。然后他也是跟我问一样的问题，说你们要吃多少？在订啊。在订哦，订的比较贵，比我买的贵。我跟你说，有都把它订来寄来。不然他会机场买。对啊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机场会贵多少哎。机场订跟刘巴喜送来，刘巴喜也送给海盗吧？会不会要运费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知道，你要订才知道。但是有的巴喜在北海道有订吧？就不知道，要看了才知道。就是北海道本身有订的话，应该就不用。Costco 在北海道应该就没有订。啊，总之那个东西不知道寄到哪里去。啊，你说到现在他还没有消息？昨天我看应该还是在神户之类的。也太远了吧？东西我之前不知道订什么东西也是神户出来的，好像是雅刷吧，但是很快就到东京了，超快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距离你订好发货有点那个，你是说神户机场转运的感觉？不知道神户港哦，可能是港。但是我们买的又不是外国进口货，还是它的仓库之外呢？仓库。
天可儿当然是外国进口货啊，你订的是什么？哦，我买天可儿枕头，哦，后来又有货，本来是没货了，然后那天在查发现有货，就跟他说，哎，有货。然后很奇怪，他要矮的，哎，他要石墨的。最近这个睡觉这个是，我觉得他枕头有点扁。但是也是有一些睡上去就，因为它料都不见了。你说只剩硬的那一部分？也不是，就是整个就是变很扁。我就是很尴尬。你有你醒着我睡着的时候吗？昨天没有。前几天整个？好像没有吧。你都睡着。好像有一次是早上起来尿尿，不知道你醒了。那，我呼吸有声音吗？没有啊。你有几天呼吸到？那就是大声的点而已。那种声音就是你拿录音机录还录不到。嗯，太小声了。有过，就耳朵听到十倍大声，录不起来。对啊。好，去试试看。好。哦 ，A1， 它叫 A1， 我们这叫 D1， 是。嗯，反正 one， 不知道什么 one。这样你就不会带我去万座温泉了哈。请抬起安全带。今年太忙了。坐好，下次。对啊。今年都去太长。又有人来一趟了。所以会有点错，他又想停又不想停，这样很害怕的。嗯，东倒西歪。Thank you.
小心哦。不想去尿尿了。你尿尿尿。哎呀，我要尿尿，所以没办法滑那边。嗯。先再滑这边吧。啊？你要去哪尿尿？你要下去尿尿？没有，这边呢、啊。但是你没办法滑，又想滑那边，又去尿尿。嗯。所以要尿尿的话，只能滑这边，是啊。哦，好。他摔倒就躺一躺就起来，谁？那个人，嗯，现在雪堆里的人，他就躺下去了。我没有摔倒，只是坐下。他那里没有动力可以往前。如果他还在深深的里面的话，嗯、我刚跑去蹭右边的松雪，也差点要摔倒。嗯它很深欸，好深哦、喔。对哦，都没人滑、啊。有人滑、啊，滑一道一道啊。但是那一道一道我横着切过去，我就切得很深进去了，差点就要倒在里面了，硬拉回来。棒棒就维持了那个小弯一直到现在，那不然要把它熬回来啊？没有啊，就这样子啊。而且被刮得好惨。我看。你新的。还可以。哎，我真的刮得很惨。好冷啊。有很冷。哪里？手。手。感觉很慢。变超慢。恢复了。还是要吃东西，要吃吗？你要吃自己的吗？对啊。嗯，好、啊，也可以、啊，就把它吃掉。虽然现在没有饿。所以我在厕所外面等你，然后先吃一半。哎、欸，好、啊。这样就是有事做。我真的好像没有想尿尿。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吧？嗯，刚刚十一点五几啊？对啊。对，现在应该十二点。我滑了三趟而已啊。应该是啊。他是在等人吗？嗯，没有的。待会收雪板的时候，用我们自己车上的刷子把雪板刷干净一点再收。嗯，那我们的东西不用收，放上去而已啊，放在雪板袋上面就好了。那还是尽量弄干一点啊，不然车上开冷气，都搞得都湿湿的。你说。而且我想放下面，我没有想要放雪板袋上。哦，那就是雪板袋拿起来，再把它放好，再把雪板袋放上去。对啊。所以我想要清干净一点再上。那应该没差了。就跟平常的状况是一样。想滴水平常是旁边都没什么东西，现在旁边堆满了东西。嗯啊。有点怕怕的哎、嗯，哎呦，我的脚什么时候才会好啦？很烦呢、欸。那种坡度它就不行了。然后回头。回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拐，然后身体朝前这样，摸地上。
就杀起来了，这样拼起来了。不行。我就觉得，哎，太没法了啊！不过他是因为他卡到他老板，他也没办法选。我觉得他有办法选弗拉诺吗？弗拉诺他会滑比较高兴，至少他可以来冲这个。嗯啊，很恐怖哎，就看起来很陡。还好啦，在你脚 OK 的状况下，你也下得了。对啊，但是现在就是，站上去站错了就是很痛。对啊，就硬筋，你两只脚都 OK 的状况下，硬筋就可以把它扭回来。再不然就是，然后就靠上去就可以，边边靠上去，先靠再说。啊，上去啊！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吗？怎么觉得车子有点前倾啊？是我错觉啊？刹车怎么是前倾？就是这样子冲。对啊，他对自己要刹车啊，所以会这样一下，而且是这样子。欸，如果刹车的话应该是往这边去，角度啊，应该说我们看的角度那个才是真正的水平。欸，它真的有一点歪，就是说它是菱形的，它不是长方形。我腰后面好冷哦。我要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有啊，那个椅子的后背就是那个啊，你如果靠在上面就会冷啊。很冷。还是我分两个手套去你那，你装着那个坐起来很舒服，很暖。不用了。里面装了我的手套跟你的手套。很好，我就是深感受到它的好。里面装点什么？哎，手套很轻。这里都是雾。对，这里的网也拆掉了。嗯，还是这下面本来就没有网。这边没有，前面才有。这个网全部倒了，在下。还是他自己在下？自己在下。应该是自己吧。自己啊。对，黄裤子的是女生啊。光看裤子倒，不看不出是男的。关。